快去把你的麦弄好了。对啊，平板不小哦，心没电了，有点就只小，是单纯，手机啦，它这有平点板太少。小了。对哎、欸，这个啊，其实跟阿比盖的也差不多。地上有一张地图，就跟阿比一样。只不过地上多丢了一张地图而已，差一张地图而已。手机真的没有电，不然还有假的吗？凑字凑字，我知道。手机真的没有电，很像在跟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家人啊，或是朋友解释哦，就真的没电没。我就是迷路，手机就真的没电啊！你看啊，你骗人，你在骗嘛？就没有地图，就没电了吼。手机真的没电，手机真的没电。回来了，你回来了，哦、來了子哥回来，子哥回来了，到底是怎样啊？我怎么知道啊？你要解释一下你的那个不是不是地图怎么没猜？我这一题就是我猜最久的那一次吧。我真的看不懂这到底是沙小这个绿绿蓝蓝白白黑黑又红红的到底是什么啊？我真的看不懂啊！这真的不能怪我啊！就 Google 地图我还是看不出来呢。你去把它打开看，这张很像。你快去打开。子哥，子哥生气了，子哥生气了。真的有红红的吗？我看一下。有啊，他那个。那个指标就是红红的、啊，它的指标它右边不是在左上角，而且左上角有个白色的区哦、喔。没有，我的手机跟你不一样。哦，小雨，小雨，赶快道歉，子哥，你要骂了，要骂了。子哥，道歉了。子哥，不要生气啊！我知道子哥都是真心情的，不要生气啊！他诈骗了啊！对不起，不要告我了。好啦，下一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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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结束了。下一题，下一题要什么？没有，没有，全部看完了，那个要新的题目了。OK， 关 server 了吧？对对对对对。重开一下，重开一下。OK， 太霸气了。下一题要什么？对啊，好，接下来要什么？可以了，可以连了。还没，等一下，你那各种着急。莫急莫慌莫害怕，莫急莫慌莫达特，莫达特，开好了，开好了，来来来，好了，可以了 ，OK， 要什么 ？Hello， 对，要什么啊？题目要什么？还没想到，哎、欸，刚刚他们说迟到有跟请假类似的、欸，我们也概括请假。我们刚请假，可是迟到不太一样啊，类似而已，不一样不一样。请假会比较理由应该会正当一点。嗯，来啊，这次叫什么？叫什么呢？子哥想个题目啊，那么久没来，你想干什么？什么呢？我想想、啊，哥啊，我来打劫啦。哎、欸、小，哎、欸，弄错了。哎、欸，你们用 YouTube 看台的那个，记得直播红色灯要亮才是真的直播、哦，不然要看一直看重播、哦。真的。你把重播，你把重播的功能关掉就好了。我发现、啊、有些人会想要稍微看一下前面啊。对啊，也是啊。有回放功能，这个是很不错的功能，可是不要一直看重播啊、哦嗯，记得红色灯要亮啊。灯要亮，小雨会不会累啊？你就一格，没，应该还可以。我看一下，我帮你测啊。好啦，又要杀人了，又要杀人。哎、欸，我回来了，可以。哇，这是凶手，这是凶手。我们题目要什么啊？要什么？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最近有什么大事吗？没有那个、啊，除了不露之外。除了不露之外有什么？我们好狭隘哦。不露之外，我录两百多集还没有得奖。看我们看看有什么师傅，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各我觉得会被挤。那不然我们讨论师傅的好了，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吃的师傅？哎呦，哎呦，好像也不错哦。哎呦，可以哦。会不会撞啊？这个很容易撞吧？这好狭小哦。啊、感觉就撞定啦、啊。不然就是，如果你开宗教，你要怎么练财？没有要这个啦，那不就跟现在一样？要说开宗教要怎么练财？
太啪叽了吧？我觉得 C 副还不错啊。想 C 副啊。C 副。那又怎么盖呢？你有听过什么不可思议的宗教？不可思议的事情。宗教仪式好不好？宗教仪式、啊。听过。宗教仪式。听过。哦。感觉可以耶。感觉可以耶。自己亲身经历。我是没有的。我也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欸我有去过C副的传教，真假的？我有，所以你有付300块吗？真的，我没有付，我是全场唯一没有付的人。哇塞，你有进去里面啊？你皮好大胆哦！不是啊，我们学校之前有那个啊，他们那个社团啊，什么时政还有社团哦？对，大学都有。穿着紫色衣服，说一直说同学要不要来听听看？对啊，然后学姐就说：“哎、欸，我带你去听演讲啊。”然后就带我去听 C 副的演讲，我都考100分了，超恐怖的。他是带我们去考试，真的啊，欸、超帅气的。好像每个学校都有，而且你跟他说你不加入，然后就会有五六个人坐在你前面跟你讲说：“可以啦，你这个加入这样很好哦、喔，什么什么的。啊”我觉得你可以加加看啦，教你的业障，老鼠会。超恐怖的，恐怕哦。哇哦哇哦！爆料了！爆料了！师傅在爆料了。怎么亲身经历？好啊，可以看啊。你听过、参加过那个最狂的宗教仪式，好不好？最狂的宗教仪式，像是什么子宫颈双修之类的吗？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哇！哎、欸，这好少、哦。那个就跟。想出那个，你就骗我啊！圆圆，那个这个格数最好是可以啦。确定了吗？听过就可以了吗？还是听过？你跑那么快啊？听过。哎、欸，几个字？要几个字？听过。你现在 Google 也可以啊，赶快上 PPT， 这种东西最多了。Google 一下，听过 PPT 空格邪教仪式，民俗传统民俗的算吗？啊，算了算了，也算啊，算一下了。听起来很狂的就算了吧。会不会撞题啊？嗯。欸撞题要大冒险啦！跳海跳海！耶、欸欸！有，我有亲身经历，亲身经历。嘿，完成！好快哦！嗯，没有结关哦，是真的直接完成哦。一二三四，这里想不到耶！一定要宗教吗？有没有奇怪的仪式行不行？也可以啦，是信仰啊，我觉得就是一种信仰。可是我这个很十八禁。你一直都想，没关系，你不是都想双休了吗？这是听过的，不是我，好不好？感谢妈妈赞助。你是不是就是要双休了？不是双休啊，但是有关啦、啊、动不动就双休哎、欸、你。不难啊。仪式，哎，时间很久哎、欸，不行，我想到的都不能出。反正都可以，都不能换这个，所以可以不要宗教的。哎、欸，有差哎、欸，哎呦，木的会比较苦。观众想一下，要开始喽、欸，要几个字啊？等一下，几个字哦？要多久？回来玩就开始要多久？有没有？想题目要多久？所以题目决定了吗？题目决定了。是什么？我们都在那边听。哦，圆圆哦。在认真在盖跑酷。我不管你们，要开始了。有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我只听到什么宗教仪式什么的。听过最奇怪的仪式就好了。哦，好。那几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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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字怎么样？不多不少。五个字太少了啦！五个字太少了啦！七个。九个，好，听过也可以嘛？好，听过、看过、做过，仪式嘛，仪式嘛，历史上的也可以吗？历史上，
九个字哦。我要来一个非常的有姿势的东西。仪式吧。诶，为什么他不让我打？知道我要出什么了。九个字。这东西啊，你们一定不太清楚啊。这是南美洲的一个东西啊，只有老人才知道的嘛，对不对？没有，这是他 TED 演讲的东西，好不好？南美洲的东西。哎呦，南美洲也可以哦，不得了啊！哎，要多久？我好的，可不得啊，偷偷的，九个字嘛。这等下抽到我自己去 Google 一下。有啊，Google 得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这个算不算仪式啊？这东西很酷。一二三。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喝了会有一些迷幻的效果，很特别。哦。哦。哦。基本上是禁止的，所有的国家都是禁止的。禁止的。对，但是在那个地方是可以的。哎、这一定第一题之后就歪了。这个绝对歪的、啊。九个字哦，我还差一个字。给大家长点见识。嗯，帮大家复习历史。历史的宗教、不算宗教，它是一种仪式。仪式，要那个职业的仪式，对，要成为那个职业的仪式。嗯，诶、我是成为那可以说有一种仪式。好了，会问一个有一种仪式啊，就是你双手举高，那边摇摇晃晃，然后对方就变成跟你一样颜色。我在那个某个世纪什么帝国有玩过。我那一次也蛮厉害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应该换一下这题目了。啊，陪伴小弟。好了好了好了。哇塞！是我一开始的。是什么东西啊？好恐怖啊！这个，哦，这个你要 Google 一下吧。阿炳，你抽到我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没有，就是你要成为那个职业，然后我抽到小雨的。我看一下，我抽到谁的？那个、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团体，你去找一下。我真的需要，是不是？小峰，你一定不知道。可以，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你还可以找到他们的吉祥物。那个东西太吉祥物，太神秘了。很可爱。什么团体有吉祥物啊？有啦，那个你小鸡有这种东西哦。没有没有，就是他要成为那个职业啊，就上面写那个职业， 然后他必须做一件事情嘛。哇塞！写出来，写出来不太好。海贼王，你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怎么盖啊？这个小伟那边设计不开吧？那个不一样，对不对？抱歉，对不起啊，这个实在太难盖了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欸，可能盖一下就好了。我说那个一定会歪，没关系没关系。盖完第一个，第二个就歪了。我的腰靠！这是什么？你们都是邪教来的吗？我的就不是啊！哎，那个很知名哦，你不要乱嘴哦。哦，对不起，我想知道是什么。很多人特地去做的哦。做什么啊？问号！我那个信徒蛮多的，真的。我是第一次听过哎、欸，小雨、這個，进步的信徒也很多、啊，真的让我吓到了。可以可以，你可以去搜寻，你一定看得到，那个真的很好笑。我看到，我就说那知道怎么盖啊？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盖，等一下。这个我这撒回啊，都在在麦块里面要呈现这种东西不太好呈现吧？我现在这个也难呈现，好难懂哦，到底，好难懂哦，他怎么弄啊？真的无法哎，这个是，好像他手上拿这个啊，我知道，好难，
好难盖哦，巧克力玩了玩我，而且为什么我会在你后面？为什么你不在我后面？觉得有点愉悦。哎呀，要完成了这个，完美啊！太快了吧！没有，这你一定可以猜得中，放心。